千挑万选，居然去选到曾俊清的朋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既然你跟赵年都已经分手了，就请你跟他保持距离，手不要在那边搭来搭去的。我下个月就满17了。那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我希望你的病赶快好起来。其实任浩身体不太好，他有癌症，而且已经是末期。张有月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。感谢普洱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